喂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平安。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阿们。好的，哇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我感到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底下，哇，这么多要等着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哇，我想请他们站立起来好不好？我请他们站立起来。我们不但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然后我还想要给他们来一个鼓励，一个爱的麦当劳，怎么做呢？有人可以帮我拍哈，爱的鼓励之后一次哈，然后就很简单，就大家都看着他们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好，爱的鼓励，预备起。爱的麦当劳，好，很欢迎你们，请坐。讲到受洗呢，这个洗礼的话，我有一个应该不算玩笑啦，我觉得是一个会心一笑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，一样陪洗者，哦，小组长有可能是小组长，实际小组长，我们一样会穿着丝袍。然后我在一个也是洗礼的当中，我也是穿着丝袍，但是我跟他们坐在一起，我想说跟他们近一点，就坐在他们像现在这样他们当中哈。然后突然呢，我后面就有一个，我已经忘记是姐妹或弟兄的，今天如果你再也不要承认哈，就拍了我一个肩膀，然后我就转过头，很自然的反应嘛，转过头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他就问了我，你今天紧不紧张啊？我那时候心里想，我很认真哦，很认真的想，到底紧不紧张？我就给他一个微笑，我说还好，还好，谢谢你。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好像不太对哦。哦，原来我觉得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他可能把我当成是今天要受洗的弟兄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想到之后就觉得好好笑这样，但是我后来我感觉到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感觉到他会为了受洗的弟兄姐妹而感到喜乐，感到喜乐呢，这是好像我当时觉得我缺乏的这个东西耶，对，但是我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就更深的领悟到一个层面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是否能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受洗得救恩而感到喜乐，即或他不是你小组的人。然后第二点我也领悟到一个，是我在得救恩一年，有可能有一年的，三年的，五年的，十年以上的，你是不是依然保有赤子之心，依然着喜乐而感恩呢？对，这是我领悟到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一个创造主，因一切万物都要来赞美主。我邀请你站起来，你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因你得救而感到喜乐，我因你得救而感到喜乐，因你得救而感到喜乐。预备好了，主要带领我们敬拜他，全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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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能
都归给他。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我要与你共你的殿上一天，其实赞美你，只因你配得我们赞美，凡有血气我们都要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更要将你十字上的十架上的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得洁净，得释放，得医治，得丰盛，得着喜乐。要是由心发出，天父，谢谢你。当我们用心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宝座就设立在这里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生要赞美，要歌颂你到永远。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加拉太书1:4说，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。
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起，已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羞愧，忍受鞭伤时就交换了我们的生命。主的恩典使我们得洁净，主的爱使我们走正直的路，并能穿越高山直到地极。主的宝血是如此的信实完全。弟兄姐妹，当主圣灵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起随着恩典的水流来行走，直见主的容面。主是你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，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，我生我的心淡淡渴慕敬拜你，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。主圣灵，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，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，我的心淡淡渴慕敬拜你，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。更深的主圣灵，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，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，我生我的心淡淡渴慕敬拜你，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。天使架上担当，我在
决心是完全。前不久，我和碧霞在教会对面的免巴站牌等公车，亲眼目睹了一桩追杀案。有一位年轻人和一位中年人骑机车相撞，两个人相继跌倒。我也不清楚是如何撞的，那位中年人就脾气暴躁的一直骂那位年轻人，然后我看见中年人他回到自己的跌倒的那个摩托车的旁边，我以为他要牵起自己的机车，没想到这位中年人他打开了他的车厢，拿出了尖锐的凶器。我还以为中年人只是想吓吓这位年轻人而已，没想到这位中年人拿着他手上的尖锐的凶器，大力的猛刺年轻人。我看见年轻人穿着的厚重外套穿破了一个大洞，血流如注。年轻人带着左手的伤无力抵抗，中年人他一直不罢休，一直要追杀这位年轻人。我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我们就一直大喊不要，先生你不要这样。我们试图阻止那位中年人，我们生怕他杀红了眼，我们就一边跟着后面追，一边打电话给警察。过了一点时间之后，中年人才牵起他的摩托车扬长而去。我就趁他从我面前骑过去的时候记下了他的车牌。警察等了好一阵子才来，我就告知警察情况，也给了警察车牌号码。我感受到警察也很冷漠，应当我问警察说，这位年轻人伤得这么重，要不要先叫救护车送他到医院，但是这位警察呢却叫年轻人自己走到消防队，请消防队帮忙。哇，当时我心里想，起码你也载他去吧，也载这位年轻人过去，他已经都那个血都流那么多了。弟兄姐妹，刹那间我感受到这世代的冷漠。如果今天这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人的话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真的感受到人与人的关系，人对事的漠不关己。我深深感谢上帝能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来提起，拣选了我们，我也能成为神的儿女为荣。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遇到的这事反应都是很不同的。主，若你非你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怎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？也许我们会像那些等免巴的人一样的冷漠，又也许我们会像那个中年人那么的暴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以能成为基督徒为荣。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是很特别的，也有着责任要去完成，而给予我们这些殊荣的，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生命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愿意，当我们在唱此生充满主恩典的时候，神要邀请你站立起来，
我们要一起用宣告的方式感谢诉讼神的慈爱怜悯与信实完全的救恩，此生充满主恩典。的心站立在这个地方，谢谢你，你的爱穿过一切的高山，穿过一切的拦阻，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恩典，你的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罪跟羞辱。主啊，我们要感恩。主啊，特别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也得着了这个恩典，你的恩典的流已经流到他们的身上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让今天是成为一个荣耀见证你的日子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，主的爱已经临到你了。